王者荣耀 AG 超玩会和 DYG 谁的胜算会更大一些，目前已经是2-2相平了，两边剑拔弩张，针锋对麦芒，两边都不敢轻举妄动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 AG 超玩会有一段很长的休赛期，而在此期间 AG 超玩会全员几乎都没有开直播，都在训练，这一战关乎着能否直接进入决赛，如果输了不仅士气大减，而且遇到 XQ 还是 TS 都很难打，可见 AG 超玩会十分紧张。 DYG 都在进行娱乐赛，在休赛期 DYG 全员娱乐赛，包括主教练在此玩的不亦乐乎。有一说一， DYG 相比于 AG 超玩会，不少 DYG 粉丝都感到非常的担忧。先说 DYG 这个战队，九成一年三冠王， KPL 顶级中核，再看 AG 超玩会，一诺潜力十分大，并且 AG 超玩会还有一个称号，不逆风不会玩，很多时候逆风翻盘，两支队伍手心手背都是肉，究竟谁能赢呢？